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：西南夷军长以十数，夜郎最大。夜郎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具有一定影响的少数民族国家。当汉武帝派遣使臣辗转到达这里寻访时，夜郎国王的一句“汉属于我大”，使夜郎自大成了人们讥讽妄自尊大者的代名词，也被世人所熟知。但是在历史记载中，这个有着10万精兵、满霸良田的夜郎国，仅仅存在了约300多年，就突然消失了。尽管史书上有文字记载，但寥寥几笔，并不能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夜郎国。夜郎国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萦绕在人们心中的不解之谜。它为什么会灭亡？它的都城又会在哪里呢？2000多年来，不断有人在寻找着答案。过去那边还有一个墓群是在小学北河的。小河墓群。你看，这里就是可乐遗址了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夜郎古都的遗址。里边这个夜郎古都的范围有9.4平方公里，有5个极巨的墓群。在民间，夜郎都城的所在地有很多个版本，有人说在湖南，也有人说在贵州的六支等等。但是在2000年10月，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对黔西北的赫章可勒汗墓进行发掘时，出土的一批具有明显地方民族特点的青铜文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这里是前几年用的砖窑、砖瓦窑。这一片的这个墓地呢，就是当年老百姓在这里烧砖瓦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发现了。在这次挖掘中，考古队员共清理出100多座夜郎时期当地少数民族的墓葬，不仅出土了500多件不同质地的文物，还发现多种形式的套头葬和其他奇特的埋葬习俗。然后最大的274号墓就是在这边凹下去的这个地方。这个是就这个凹的这个地方。对，这就是274号墓。第274号墓是规格最高的一座套头葬墓。虽然原有的墓地已经被修复，但是赫章博物馆里按1:1的比例还原了一个同等大小的套头葬，带给人足够的震撼。这个是2000年，考古的时候，第274号墓，这个墓是当年发掘的最大的一个墓葬。这个墓里面呢，当年出土了，这个96件文物，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，比较大气的套头葬。那边是套头的，这边是套脚的。夜郎文化最典型的一个标志，就是崇拜虎，所以呢，那个犁虎上，那个虎上面还有一个犁虎的这个造型，那个造型是非常精致的，在夜郎民族的这个崇拜图腾崇拜当中，动物崇拜，他就崇拜这个虎，滇国是崇拜龙的，所以呢。这个可乐出土的很多兵器上，和这个生活用具上都有虎的这个现象。据史料和文献记载，
夜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和铜鼓，而这两个标志性特征在可乐出土的文物中随处可见。贺章可乐发掘出的藏木群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，并在2001年被中国评为了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狮子大，他从古在说飞喽，那哈巴海巴哦，手不呀，手不呀没绝，吉婆吉婆啦喽。这是当地传统的彝族表演，叫做搓太极。彝族是贵州历史悠久、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。在彝语中，搓意为人或鬼，太意为变化。极意为玩耍游戏，搓太极反映的就是祖先们当初艰难迁徙、垦荒繁衍的场面，并借助祖先的威灵来保佑后裔和驱逐邪魔瘟疫。农山脚山，这么搓天的脚手，手，手。我研究呢，一个是彝文文献，因为彝文文献是全面的记录了夜郎历史的，还有这个夜郎疆域内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、载歌载舞的习惯，这些都是夜郎民族文化的再生体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汉文史书上记载的，就是用郡县制度以后的那些来对比。彝族历史文献上记载的那些诸侯也对比，就名词也好，地域也好，通通都是相同的。这就是我研究的最大最重要的依据。居住在贺章可乐的彝族、苗族和布依族同胞沿袭着一个古老的说法，就是彝人是最先进入这片土地的民族。由此可见，彝族在可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所以要想充分了解夜郎文化，研究彝族文化和彝族文献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固守着自己的文化，并努力地寻找着祖先们留下的遗迹。夜郎王没有想到，他与汉使者的一句“汉孰与我大”的问询，竟然流传到现在。夜郎自大的故事一传就是2000多年，但是在贺章可乐，这个故事却还有另一种说法。有人都相信夜郎自大这个成语，这个成语呢，这个已经无传了几千年了，但是这个成语已经是被人们误解了。这个最初出现在史记上说的，还是在到滇国，为这个滇王问他，这个汉属于我大，论夜郎地区，夜郎王也如此说这句话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是说汉已经统一天下了，但是你下面的诸侯哪一个与我
相比，它纹的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后来有人认为这个是夜郎自大，是说夜郎不知天下有多大，所以他说他是自大。实际这个是后人误解了的。不管夜郎自大是不是被误解，但他在客观上却是夜郎文明有了文字上的记载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久不息，不仅没有随着夜郎国的灭亡而消失，历尽两千余年的风雨沧桑，反而魅力无穷。可乐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寻找夜郎国新的篇章，也带来其他地区相关考古的新发现。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寻访夜郎古国的道路似乎渐渐明晰了起来。